这个就是古老又神秘的黄金卢伯雕像。那比较大的雕像是什么？啊，那些是卢伯的守护权。不管是谁，只要拿到黄金卢伯雕像，守护权就会听他的命令，真是太有意思了。而且还超闪亮的呢。不是宝石，那是一小块玉石，它可以给我超能力。那些雕像在动吗？站住！你们刚才听了我的话？把装了黄金的藏宝箱拿来。我可以控制它们，现在我有手下可以帮我抢亮晶晶的东西了。好了，威力狗，我们要用鸟夫人这辈子都没看过的最大最闪亮的雕像，把它从美术馆里引出来，再抢回黄金鲁波雕像。可是我们没有更大更闪亮的雕像。会有的，我们搭超微喷射机飞到沙漠，你就会看到了。接下来的计划是这样，要找到镶满珠宝的超大雕像会有多难呢？真的超大的，好闪亮。把雕像搬回我的美术馆基地。飘到你了，鸟夫人。什么？你不是雕像？没错，我是威力狗。还有黄金鲁波雕像不是你的东西。太感谢了，汪汪队，你们拯救了宝贵的美术馆展示品。不客气，只要你的雕像活起来了，就大声呼救。为了庆祝大钟100岁的生日，咕咕鸡要表演新特技给大家看哦！哦，咕咕鸡在挥手，祝福大家大钟节快乐！好哎，厉害！会发亮的都是什么声音？我是来抓那只鸡的，跟它那闪亮亮的帽子。把咕咕鸡还给我！把帽子交出来吧。快点打给莱德。怎么了，古威市长？那是咕咕鸡。快点找掩护，古威市长。不过你放心，没有太大的鸡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糟糕啊，讨厌的狗狗来了。小丽，帮咕咕鸡开出一条路。没问题。不行，我来搞定。接得好，小丽。阿奇，叫那些人让开。各位，快点离开这里，超大咕咕鸡要来了。好了，艾拉。该带他离开镇上了，换我长大了。你好，咕咕鸡，跟我来。谢谢威力狗，你们救了大钟姐。咕咕鸡也谢谢你，缩小到可以抱抱的大小。不客气，古威市长，只要你遇到麻烦，就敲钟呼救。华丽，现在这是什么诡异的情况？兄弟，你怎么没说我们要比赛谁最像木头人？我会站着不动比你久。法兰索瓦，我没空陪你耍笨了，我是莫名其妙被冰冻了。莫名其妙被冰冻？那完了，大哥。汪汪队。毛毛，我们去码头帮阿宝船长跟华丽解冻吧。准备好没？我热力加倍。天天，你去追哈洛跟他的冰冻枪。知道了，莱德。威力狗终于来了，我们送上高温吧。真是太感谢了，威力毛毛。不客气。莱德，要小心哈洛的冰冻枪。猪猪。
该用冰来对付冰了。就这么办。嘿，乱冰冻人很坏耶。哦，对哦，该放弃我的市长职的专车了。啊！我的陨石碎片，我的超能力！哇！威力狗，谢谢你们，你们温暖了冒险湾跟我们的心。不客气，只要你冷到不行，就大声呼救。我最怕冷了啦。嘿，妈妈，你的朋友是谁啊？他们是双胞胎，很酷，对吧？我是艾拉，我叫塔可，我们在找鸟夫人。鸟夫人吗？救命啊！我是最美最坏的超级坏蛋。嗨，古威市长，有一个奇怪的鸟小姐把我们干净的车抬到了天上，然后她又撞到了我们漂亮的脚。鸟夫人看起来就快要垮了。交给我们吧，古威市长，威力狗要出动喽。哦，咕咕鸡，你看，威力天天来救我们了耶。莱德，古威市长跟咕咕鸡被困在鸟夫人的鸟窝里，我们得想个办法进去，但是所有的威力狗都很忙。我知道有两只狗狗可以帮忙。我们吗？该变大了。哇，做得好，威力艾拉。小丽带塔可过桥拯救古威市长。没问题，莱德。这个雷射网是个大麻烦，我要直接穿过去。塔可成功了，我要进去喽。才叫做威力救援。威力狗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莱德跟威力狗，你们从鸟小姐手上救了我、咕咕鸡跟冒险湾。不客气，多亏了威力双胞胎，我们才能成功。威力狗已经可以超威出动了，莱德队长，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，威力狗们。韩丁娜市长的小猫咪们突然有了超能力，他们在冒险湾到处制造问题，我需要威力狗跟超能长才能阻止他们。威力阿奇，我需要你用超快的速度跟超快的车追上那只猫咪，用你的能量网拿回波特先生的尾鱼。威力天天，我要你用旋风喷射机把阿宝船长的鱼送回去。还有威力小丽，我要你用超强的力气跟威力工程车把比目鱼号推回水里。威力狗要出动喽！嘿，猫咪，放下尾鱼！你跟我跑得一样快，可是你没有这个哦。搁浅的船太大，推不动啊，兄弟！等等，阿宝船长，我来把你们撞回水里！你这一推真是超威的，威力小丽。一天，有没有看到阿宝船长的鱼？还没有，莱德，但是我找到农夫爱的乳牛了，他们在十字路口。小丽，赶去十字路口阻止那只超能猫咪。马上去！快把那些乳牛放在地上。那我只好使出我的威力掌喽。现在看到阿宝船长的鱼了，我要过去喽！就到了，很好，把阿宝船长的鱼送回比目鱼号，我们会送乳牛跟尾鱼回去。做得好，威力狗们！来的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浪毛帮带走波特先生的迷你甜甜圈机，我们必须拿回来修理。所以这一次的任务，我要拍甜甜。骑士狗狗要飞上天喽！还有灰灰，绿色代表机动队冲好了，
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哦，听起来有用了。莱德，找到他们了！迷你甜甜圈机也在那里。他现在做的是超大甜甜圈。哇，好大的甜甜圈！他往浪毛方那里滚过去了。啊！快快快！你们还好吗？嗯，有比这个惨的，你看。救命！我们要快点把它关掉。怎么关？只能从甜甜圈那个小洞进去。可能要超厉害的跳跃才能穿过去。需要超厉害的跳跃，还是超炫的跳跃？喵！灰灰，斜坡。我要进去了，他真的做到了！我们还是困在这里，没办法出去。你不要那么肯定哦。嗯，好吃，可以一路吃出去。好了，波特先生，你的迷你甜甜圈机又可以运转了。哦吼！要是你遇到任何圈套的麻烦，就大声呼救。狗狗机动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不过阿奇还没到，所以我才找你们来。我们要找到失踪的队友。队长呢？他的莱德，我可以帮忙吗？当然喽，野猫。我们会需要你超棒的机车技巧，帮忙我们搜寻狭窄的峡谷道路。谢了，莱德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。大家都没事吧？你把我们带进来，现在带我们出去。我也想这么做，可是我需要其他机动队狗狗的帮忙。啊啾！啊啾！我又听到了，好像是从这边传出来的。啊！传狗！野猫，我最好不要靠你太近，我不想害你继续打喷嚏。这不能怪你，野猫，我们永远是好兄弟。那些狗狗自以为了不起，要是你打造的像这么酷，我们就能自救，还能制造很大的麻烦。看着，我的天，救命啊！阿奇，你去救机师，野猫，你救喷射机，马上去，莱德。你们的团队合作真棒，该帮你装个东西止住喷嚏了。啊，嘿，没打喷嚏了耶！我加装了一个低过敏原滤网，只要阿奇戴着安全帽，就不会对猫过敏了。谢谢莱德。只要你的喷嚏又带来麻烦，就哈啾呼救。啊！黄金谷物不见了！大家听好，散开分头去找。莱德、卡罗斯，快过来！我发现一些脚印，我从没见过这种脚印。哇哦，这个脚掌好大哦！谷物不见了，还有奇怪的大脚动物来过这里，一定是大脚掌拿走的，还不知道是什么生物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这么古老的谷物应该放在博物馆，我们要把它找回来。莱德，我看到金色亮晶晶的东西在树林里移动。那个声音是小曼，她遇到麻烦了。糟糕了，大脚掌抓到她了，小曼。我来救你！那个谷物快滚到河里去了！天天，你可以用爪子抓住它吗？啊！爪子！大
家快看，黄金谷物上的这些印记，看起来就像是那些神秘的脚印。所以不是大脚掌留下的脚印，是谷物吗？是猴子弄的。莱德，谢谢你安全把柱子送回来。不客气，只要你遇到麻烦就呼嘎呼嘎呼救。大家来见见新来的乳牛。我的天哪，它不是乳牛，我想它应该是海牛。决定要叫它明明，小海牛明明。它是很可爱，可是海牛不适合住在农场，我们要送它去可以自在游泳的地方。海牛住在沼泽里，我们越快送明明过去越好，翻过这个山丘就可以看到沼泽了。东宫，水槽！啊！小丽，我们需要你搭个路障拦下那个水槽。马上去，莱德！小心！现在安全了。哦哦，水槽上有一道裂痕，那我们最好尽快把明明送到沼泽去。明明，你到家了，而且时间正好呢。我们让卡车后退，让水槽靠近水边一点。啊，莱德，这可能比你想的还要难哦。天天，到沼泽找我们，我们需要你吊起海牛。狗狗要飞上天喽。去，阿奇，我们必须让明明离鳄鱼远一点。我早就想到了，网子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市长跟双胞胎去雪鞋践行，却还没有回来。天天，我要你驾驶直升机飞到悬崖那里。猪猪，我要你开着铲雪车去山上搜索，你很熟悉山区，不管冰或雪，有我就能解决。哦，咕咕鸡，还好你提醒我，我们应该发求救信号，吹三下哨子表示求救。听到没？那是求救的哨音。也许是市长他们。天天，你在上面有没有发现？我找到了，莱德，他们就在我下方。哦，汪汪队来了！朱莉斯、朱莉亚，我们得救了！咕咕鸡，我们得救了！我们来救你，市长汪汪！市长他们在冰冻的河上往下滑，现在滑不过去了。我们马上就来，绝对不能让他们从瀑布上掉下去。猪猪，发射钩爪勾住这棵树，再用滑雪板把绳子绑到另一棵树上。知道了，莱德。啊，滑雪板。啊，钩爪发射。手牵手！哦，刚才真是太棒了！至少你们玩得很开心。哦，好，穿着雪鞋要怎么站起来呢？哎，那是什么？温纳先生，回力飞盘第三代，一种涡轮动力的自动飞行飞盘，你丢出去之后啊，它会自己飞回来哦。他现在不是该飞回来了吗？拦住那个回力飞盘！啊！什么东西啊？我最好打给汪汪队。哦，谢天谢地，你们来了！我们会救你下来的，波特先生。妈妈。哦，皮子。哦，谢了，毛毛。
哦，不过我的水桶还在上面。没问题，我去拿。我没事。飞碟往哪里去了？威力飞盘抓到莉莉了！我们该怎么做？只好找冒险湾最会接飞盘的人来帮忙。谁啊？机器狗。机器狗，接住那个飞盘！阿奇，用网子，网子！大家都没事吧？那是什么声音啊？小鸭池塘快消失不见了，我要打给汪汪队。什么声音啊？那里水一定是从那个排水口下去的，我们要找个小东西才能进去仔细看清楚。特瓦奇，我需要你跟无人机。无人机。好了，现在看看它去哪里。嘿，跟着水管走就是地道了。无人机还要飞多远啊？这么远。无人机好像撞到堵住地道的东西了。你也觉得是那个东西挡住水吗？也许吧，我们得亲自去看看。路马，我们到地道去兜风吧。酷哎！要是我们拆掉一些木板，一些水就会开始流出来，小鸭池塘的水就会满了。好主意，莱德。慢点，路马，要是水一次涌出来的话，那就糟了。现在快走吧，不然地道的水就要满了。你们别担心，小鸭子来的会让池塘的水满起来。欢迎各位选手来到冒险湾赏鸟比赛。我要蹑手蹑脚，偷偷地靠近漂亮的鸟，然后按下相机。就位。预备，开始！是蓝腹风帆声。啊，有鸟窝！拍到一窝刚长毛的小鸟，肯定是个发现。现在只要把起台的照片传给古威市长。啊！我只好打给汪汪队。我就在这上面，汪汪队。我们马上救你下来，让你继续赏鸟比赛。梯子。好了，阿宝船长，爬下来。我的脚趾头够不到了。我帮你。我没事，鸟妈妈也没事。啊！鸟窝！我们会处理的，船长，下来吧。乌龟，我们要帮小鸟找一个新的鸟窝。别丢掉，再利用。没事了，小小鸟，我有个舒服的新鸟窝给你们。做得好，灰灰，现在把鸟窝搬去安全的地方。那你可以。抓紧了，灰灰。我们到了，小小鸟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
那一定是蓝腹佛法僧在说谢谢。莱德队长，窝窝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机器狗，跟着讯号到大岩峡谷去。温纳先生有野狼在后面追他。强烈暴风雨就是往大岩峡谷过去的。峡谷里面有很多岩石，所以我需要小丽。小丽往前冲！还有毛毛，因为你是跟动物沟通的高手，我需要你告诉那些野狼离温纳先生远一点。意思是准备进行汪汪救援了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毛毛，走东南方进入峡谷，温纳先生跟野狼就是在那里。我会叫他们走开，像这样。完蛋，好像又有狼来了。做得好，毛毛，我现在去救温纳先生。莱德，我们有麻烦了。莱德，我们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们一直想要避开的大雷雨差不多快到了，我们要在峡谷淹没以前带温纳先生离开那里。毛毛，带着你的新狼群上汪汪巡逻车。小丽，试着把那颗大石头搬开。机器狗，带我们离开峡谷。狼怎么会在这里？放心吧，我们都是朋友。我的高帽子要高一点，这是史上最棒最高的帽子。谭丁娜市长，你马上给我停下来。哈，如果你可以弄个母鸡雕像，那我就能雕一个帅帅韩丁娜，全世界最优秀的市长，我。我要打给莱德。那个岩石面被挖出好多石头啊！小丽说的对，那座小山很不稳呢。胡说八道！先等一下，为什么我雕像的耳朵像猫咪耳朵那样尖尖的？哈，没关系，我自己去把它搞定。千万不能叫猫咪做市长的工作。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。我也是，我要找支援来。毛毛、阿奇、鹿马、灰灰。快过来帮忙！哈哈，现在你的耳朵跟我一样完美了，完成！不！走！糟糕，他往冒险湾的方向滚过去了！甜甜。我要把这块逃跑的石头引到海湾去，帮我找去码头的路。水道街是安全的。抓紧，市长，我拉你上岸。都白费了，现在只有鱼看得到了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我们有很重要的恐龙救援任务，火山轰隆隆响，一直在冒烟，这表示它随时可能喷发出非常烫的熔岩，听起来很危险。那些恐龙就在火山山脚下的一处牧草区吃草，现在只能靠我们送他们去安全的地方。走吧，马上去，兄弟，没问题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该走了，火山就要爆发了。就是这样，继续走。火山爆发了，小丽，挖一条沟渠，让熔岩从这里流到那边的峡谷。一条沟渠，马上好。我们就快到了，只要通过那座石桥就行了。
要怎么过去啊？灰灰、鹿马，把倒下来的树堆叠在塌掉的地方，恐龙就可以安全地走过去了。做得好，狗狗们！现在让这些恐龙过去吧。小丽，我们得离开这里了。我去挖好了，走吧。成功了吗？你自己看看吧。好啊，成功了！啊，恢复往日的宁静。他是在说谢谢呢。不客气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暴风雪的狂风快速往这里吹来，快点躲进帐篷里。糟糕，狼宝宝会在大雪里迷路的，我得去帮他。不会有事的，快来，我们去找地方躲。你看，有山洞，跟我来。这里很温暖吧？可以在这里等暴风雪过去。哦哦，这下不妙了。哦，别担心，会有办法出去的。雪已经结成冰了，所以变得很难挖。嗯，有了，啊，钩爪发射！这样好多了，快来，很好玩哦，跟我一起挖。如果有很多工作，找朋友一起做，唱唱歌觉得快乐，马上结束。花一点时间了。啊，是汪汪队来了，继续挖。小白狼，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了。你找到我们了，好耶！嗨，古威市长，怎么了？看着小鸟装的丹尼在很高的天上，莱德，他被两只老鹰抓住，老鹰带着他飞走了。如果他戴着头盔，那么他可能还在实况转播。让我看看，飞在天上的极限大胆鸟要开始最棒的高空冒险了。我们得去救他，没有太大的鸟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降落地太厉害了！哦，我懂了，特技迷们。最厉害的老鹰飞行教练，现在是想要教极限大胆鸟怎么飞啦！抱歉，大老鹰，还是飞不起来。哇哦！也谢谢你们拉我。嘿，我在飞了。丹尼以为他在飞，可是他只是在弹跳。你想办法警告他，可是他又听不到。我知道了，阿奇。用无人机把特务对讲机送去给丹尼。无人机，无人机送货，马上就到。酷哎，天外飞来只对讲机，等等再聊好吗？我的飞行课才上到一半而已。丹尼，不要乱动，等我们去救你。我现在不想飞了，救命！哇！翅膀，加油啊，快飞！现在开始，让我来飞就好了。谢谢你们的高飞救援，汪汪队。不用客气，只要你的极限飞行遇到麻烦，就大声呼救。早安，阿宝船长。你看是谁在我的甲板上睡觉？熊宝宝吗？等等，又有人打来了。你好，莱德，你一定不相信，我看到谁在宠物美容院睡觉。哇，
又有一只熊。等一下，凯蒂，又有人打来了。嗨，亚丽。莱德，莱德，猜猜我们发现什么？熊吗？对啊，有一整个熊家族在镇上睡觉。我应该怎么办呢？你们大家不要担心，没有太大的熊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换你了，小丽，现在来运送小小熊啦。乖乖睡熊推车已经准备出发了。做得好，狗狗们，搞定一只熊，还有两只。灰灰，你的回收车上还有没有轮子？别丢掉，再利用。很好，狗狗们，安静的推。好，猪猪，数到三，一、二、三。小声的为汪汪队欢呼三声，嘿嘿，赞啦，嘿嘿，赞啦，嘿嘿，赞啦。狗狗们走吧，跟着猪猪去洞穴。他们睡得好香哦。谢谢你们把熊送回家，汪汪队。不客气，要是你又发现睡着的熊，就小声的呼叫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船长兄弟遇到恐龙陷入危险，被困在狂奔的三角龙身上。骑恐龙好酷哦！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，让我们飞向天空吧。还有乐乐，没恐惧就这么办吧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走开，天上飞的小讨厌！阿奇，我们需要引开他的东西。发射器！天天，你的机会来了！你们谁快抓住钓具！来，你先走吧。谢了。救到一个，还剩一个。讨厌！哇，恐龙爷们！我快要被蟑螂淹没了！机器狗，把恐龙巡逻车上的钩爪垂降到洞里。乐乐，快点去安抚三角龙。没问题。别急，别急，我们会救你。该系上安全带喽，把它带上来吧。做得好，现在去救法兰索瓦。恐龙爪，谢了乐乐。机器狗，把他们带上来吧。谢谢你们把我们从史前的危险中救出来，汪汪队。不客气，要是你又骑上狂奔的三角龙，就大声呼救。已经可以出动了。莱德，莱德，我跟亚丽在一起，所以这次的任务会有点不同。耶！我们冲得好快。越野车的刹车烧坏了，所以需要你们帮忙拦下车子。但是在我们拦下越野车以前，必须先让亚丽平安下车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甜甜。让我们飞向天空吧。汪汪队要出动。来的，我还不能去接亚丽，有太多树挡住了。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在半空中跟你汇合怎么样？耶！就到了。好，那样挺好玩的。我们得追上莱德，现在该以最高速前进了。抱歉，狗狗们，这种高速让方向控制失去了作用，我们得让越野车慢下来。阿奇，我们试试看减速伞。好主意，莱德，交给我。哇哦，我们。
没办法再更靠近，机会只有一次，要稳住。开始，减速伞，瞄得真准，狗狗，有用了，我慢下来了。你们全都是乖狗狗，要我的团队来救我，可不是每天都有的事呢。要是你又不小心骑上失控的火箭，你要做的就是大声呼救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还换好跳伞装备了，那些是飞行员装。阿宝船长跟法兰索瓦被困在龙龙山顶岛上一个山洞的猛树，洞里还有一只老虎。这次的任务我会需要天天，我要你驾驶终极直升机。身为我们的专业飞行员，你要带领团队。终极狗狗要飞上天喽！火山口在那里，龙龙山顶肯定是古老的火山，没有错。预备，稳住，飞天狗出发了！是虎妈妈跟虎宝宝。那个，因为虎宝宝钻进了我们的背包，虎妈妈就跟着过来了。以后再解释，救命！着急，虎妈妈，你的宝宝不会有事的。你好啊，小可爱，准备升空了吗？你是最可爱的副驾驶。到了，小可爱，平安无事，你妈妈很快就会出来，他们应该在我们后面的。天天，我们这里有状况。没有太大的火山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，阿宝兄弟被困在丛林的某处，不好了！他们打过来，但是讯号断了，所以我们要找到他们。天天，我要你从空中用护目镜跟直升机搜寻他们。阿宝船长提到底下，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把他们挖出来。小丽，我要你驾驶挖土机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莱德，我有发现了。神庙外面有一辆卡车，太好了，一定是阿宝兄弟的，我们马上到。嘘 ，listen， 你们听，那是从手机听到的声音，是从神庙里传出来的。这个声音听起来不太妙，要快点找到阿宝兄弟。我想阿宝兄弟就在这面墙的另一边，可是我们要怎么过去？这部分的墙壁看起来像门，我可以用铲子把它撬开。哦，真的是你吗，莱德？是的，撑住，我们就快到了。太尉，我们在这里。应该可以了。好了，大家用力推。好了，进来了。我们在这里，见到你们真开心。那个可怕的声音。是毛茸茸，是他打呼太大声了。他从屋顶掉下来，然后就开始到处乱砸东西。趁他还没醒，快点出去吧，不要惊吓到他。见了汪汪队，这是完美无缺的救援。不用客气，只要你跟大猴子一起被困在古老神庙里，就大声呼救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来的队长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丛林里的巨大声响吓到大象宝宝跟他的爸爸，我们得快点把大象宝宝从流沙救出来，免得他陷得更深。所以这次的任务我们需要小丽，小丽往前冲，还有灰灰，绿色代表走，还有阿奇，包在我身上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没事的，大个子，
汪汪队马上就会到了。一座石头城，马上来！哇，那个流沙好深哦！啊，用这个行吗？好主意，灰灰。如果石头不行，那就试试看木头桥吧。哦，绞盘，收回绞盘，阿奇。绞盘收回。哦，宝宝太大了，我们得固定住卡车。谢谢更大的大个子。小丽，把圆木放到它下方。我来帮你解开，大家小心脚步。各位做得好，不用客气，大象爸爸。只要记住，要是你又听到可怕的声音，就大声呼救。欢迎大家来到冒险湾风浪帆比赛，第一名可以得到汪汪赞的奖杯。各就各位，预备，开始。哇，风变大了，好像有点太大了，小心！不好哎，这还差不多一点。抓紧了，咕咕鸡！来了，好哎。真奇怪，突然冒出一股很强的风，海面上是怎么回事啊？嗯，救命！哇哦，我们得去帮忙。没有太强的风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露玛，看到您真的太高兴了。嗨，卡蒂，我马上就让你不回喽。哇哇，救生圈！谢谢你，露玛。汪汪队，谢天谢地你们来了！嗨，古威市长，我们来救你了。抓紧喽，古威市长。莱德、灰灰，谢谢你们救了我，还有我的小情趣。快看我，我在屋顶冲浪。酷哎，要稳住，稳住，现在。啊！糟糕！救到了！太酷了！真棒的飞行技术！这真是我见过最古怪的风了。风到底哪里来的？来的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。艾尔、尤美跟贝迪娜在回家的路上被困在吊桥的最上面，可是吊桥却卡住了。阿奇。我要你用绞盘拉住卡车，不要让它滑下来掉进河里。毛毛，你用梯子把钢索扣在农夫艾尔的车上。还有灰灰，我要你用工具把桥修好。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动作真快，灰灰，齿轮看起来是正确的尺寸，可是轮齿的数目不对。可以了，阿奇，把绞盘收紧一点。大小正好，齿数也正确。吉伦扳手。哇哇！灰灰，还要多久？我还需要几分钟。我来呼叫支援。天天，我需要你空运贝婷娜。狗狗要飞上天喽！阿奇，用网子缓和它落地的冲击。可是它会落在桥的另外一边。灰灰，你来操作绞盘。阿奇，我用越野车送你过去。小心点，莱德，桥上还是有个很大的缝隙。网子，没有噪音了。灰灰，为了帮助农夫艾尔下来，收起绞盘，同时一边后退。知道了，莱德。
谢谢你们把我们从桥上救下来，汪汪队。不客气，只要你遇到麻烦，就汪呼救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我们必须找到波西弄丢的地图，修好故障的盘旋雪橇，否则圣诞老公公就没办法去送礼物了。不好了！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特务阿奇，特务阿奇要执行圣诞任务。还有灰灰，绿色代表走到北极去。好了，汪汪队圣诞任务出动。飞飞飞上天了！哎呦，真倒霉！灰灰，去查查看盘旋雪橇是出了什么问题，马上去。现在来找不见的地图，阿奇闻闻看有没有地图的气味。好的，我好像闻到肉桂味，可能是我边看地图边吃肉桂面包留下的。哦，我敢说地图也有肉桂的味道，我闻到的味道是从那边传来的。无人机。灰灰，盘旋雪橇修得怎么样？有一点点棘手，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科技，但我会努力修的。太好了，莱德，我在圣诞树上找到了地图的一部分。这半张地图上的是冒险湾，要是圣诞老公公没看到，就不知道要来这里了。那我们必须快点送你到北极去。但是看起来我的盘旋雪橇是飞不起来了。别担心，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可以送你去北极。听着，猛冲者，听着，舞者，圣诞老公公，圣诞！哦哦哦！发生什么事了，波西？圣诞礼物运送地图还少了这一半。是冒险湾啊！当然了，我们可不想漏掉那些好人。谢了，波西。其实呢，应该要感谢莱德跟汪汪队。真的是圣诞老公公哎！对啊，没错。哦哦，真是乖狗狗啊！我要到冒险湾去，旅游玩家崔维斯才会看到真正的假怪物，然后会跟着我回雾底市。救命啊！啊不不！啊啊啊！哦，那个是什么神秘的生物啊？憨憨大脚印，憨憨大脚印！我最好打给汪汪队。好了，毛毛，快去救韩寒大脚印吧。他看起来很害怕，所以你想让他从梯子上爬下来的时候，要很温和地跟他说。没问题，莱德。哦，提示，等一下，毛茸茸的大朋友，我会救你下来。哼，那些狗狗终于赶来了。不是，我是说，现在想办法让他转过身，慢慢从梯子上爬下来。用韩寒大脚印的话要讲很长，我试试看。哇哦，我很会说他的话。莱德，憨憨大脚印的毛勾到石头了。天天，请回答。我们需要空中支援。知道了，莱德。憨憨大脚印，不要害怕，救援马上就到了。先等一下，那不是动物。哇哦！哎呀，不对，韩冰娜市长。哼，我的假怪物计划没成功。要是雾底市有真正的怪物就好了。小猫咪们，是你们吗？汪汪汪汪汪汪汪队。威力狗已经可以超威行动了，莱德队长。谢谢你们赶来，狗狗们，这次是超奇怪的救援行动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模仿猫用旋风力把比目鱼号一路搬到火山岛的山顶上。救命啊！好怪了，威力狗就必须全员出动。好了，威力狗要出动喽！哦，哇哦，小心啊，下面有很多这熔岩呢。他在那里，狗狗们。等等，阿宝船长，狗狗们，你们都跳上比目鱼号。
我们的体重加上去以后，应该能让船往火山口的另一侧翻，沿着火山滑下去。他成功了，撑住，狗狗们！大家准备溜滑梯喽！我的船经得起风浪，溜滑梯也没问题。谢了，威力狗。快看，有怪物！那到底是什么怪东西？我从来都没有看过那种动物。我们该闪人了，丹尼。叫我大胆哥丹尼啦！可以看到真正的怪物，那就赞到爆了。是恐怖到爆才对，我们快点走了。真希望钓鱼可以走快一点，我来搞定。哇耶！太棒了！大家都没事吧？怎么回事？我们的速度太快，机器就坏掉了。至少待在上面，就能离那个山怪远远的。什么山怪？它很高，绿色的，现在跑进树林里了。我来打给汪汪队。哦，梯子。嗨，亚丽，你先下来。好的，小心亚丽变冷。我们没事。谢了，莱德，希望你能很快找到怪物。猪猪，有没有在树林里找到什么？莱德，我找到怪物了，那是全身覆盖着绿色泥巴的狮掌，但它在失控的滑雪板上倒退着往山坡冲下去了。撑住，博伊狮掌，我来帮你停下来。博伊狮掌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还好有你，猪猪。汪汪队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，古威市长。只要你觉得自己有点像怪物，就呼救。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来的队长。但是超级摇摇车发狂了，差点撞倒他们的桶舱。不好了，我们要修好它，然后阻止摇摇车。所以这次的任务，我要派小丽。小丽往前冲。还有阿奇。包在我身上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哦，谢谢啊，莱德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但是超级摇摇车还在到处跑，往那边冲过去了。我们得拦住它，快来，狗狗们！哦，耶！莱德，亚历在超级摇摇车上。我们会把亚历安全带回来。天天、毛毛，超级摇摇车往你们那里去了。知道了，交给我。哦，你别想乱来。嗨，天天，你抓紧哦，我们要往上了。惨了，它还会飞。明年我的生日派对也要这辆。车飞得好，天天。好，毛毛，把亚历救下来吧。梯子，爬下来，亚历。耶！我们没事。毛毛，快关掉摇摇车。放我下去吧，天天。谢谢你们救了雅丽，汪汪队。要是你又摇个不停，就大声呼救。想看更多汪汪队立大功，就上尼克儿童频道。